小河走快点，这是哪里？好玩吗？不好玩。为什么？这边没有游乐设施。有啊。有。玩你就好玩了、啊。有。有。我快到了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走，好像是应该不是，那接到陆地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弟弟看这边，后面的乘客完全不知道，很热啊，一直在那等待。
可是奥利给的那个牌子。上当了。还四分钟吗？他是喊等待时间。那边跑一接位，然后那边接位，接位，接位。我刚刚拿那个爱心。哎，不要这样用力敲。好，再。
为什么你每次都站队？